11月6号早上，昨天住的是阳光酒店。这边也有，像在整个嘉义市城区的，也就只有昨天在我们等红绿灯的那个位置。哦，不接受那个，我不是主要不是看那个剧情。嗯，童话世界是。真的是啊。对，他这边嘛，我说的是四季分明。他下雪的话，可能会省很多呢。我们那边来的话，哈，冬天下雪。像你们现在几乎肯定都。嗯，不工作了，出来专门每年都出去好几趟。小孩子都长大了，都长大了，也没有办法出来好几趟。为什么？那个正夏天跟正冬天，只有这样，这里最惊奇吗？每一个专栏的都九十几个，都是这么优质型。这个没有晕车也会晕车，这个再好的人都会晕车。没有，不会，他开得很慢。他是。我们是走什么呢？走我们的天空步道，感受我们的天空步道。所以说呢，这个呢，它是一个呢，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结合的，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不一样。哎，走过去呢，要差不多要2个小时的样子。所以说呢，我们呢，我们中间有没有拜拜的？想要去拜拜的有没有？肯定没有啊。咱们呢，最主要的呢，就是说感受我们这个天空步道之后呢，我们最主要的呢，进到了咱们的一个什么呢？鬼谷神宫，应气宫，大雍应气宫。好。啊，放眼望过去呢，这是整个嘉义市城区的一个市容市貌。压开了，还压的不要紧。那条水系呢，就是大家给阿姨讲的我们的里水河。哎，眼前这个下方呢，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我们的非常壮观的盘山公天大道，还有我们的缆车奇观、公路奇观，哦，公路奇观非常清晰，鬼谷正道，都是清收眼底，是啊。手机拍下去，我就是在走的，呀呀，啊，咱们用安尼看这山有无？有点点发软。你讲你要笑点声好听，没有？哦哦哦，好呀，加油！对，我是一号。你要搞个你，啊，你坚穿黄色当皇帝，玻璃站到了，来大家看一下你是哪一个位置哦，可以看看拍拍，等下去感受一下，先看。哦。来，
会不看底下吗？这不可能不看呀！来呀、啊，那个赵老师要帮五花瓣，五花瓣，五月花啦，五月花啦，再往前走，哎。哎呀，这边那朵花不定它活的。你要这边的，你要往边。哎，对对对，走到路出来。你搞爱往这边。安尼，天空步道都去无掉了。天空步道快无掉了。进进来吗？有开好。来 ，OK。好了，小声的。好看我。很犀利，张小丸子。他都是全都是主力给的吧？好，来，小坐。是呀。来来来。过来。进来来。来来，念到都出来。一。来。恐不恐怖 ？OK。恐怖。离远的那个地方就是天空步道。玻璃栈道有没有胆量啊？有啊，有好，要脚软啦。现在就准备进入到这个玻璃栈道、天空步道啊，全程60米，走过去，一个单程走过去，不走回头路啊。出口在你，对，没事的，你太阳会在这旁边，我不要跟他在一起，硬拉。好，我们要准备过去，不要，我不敢走的，应该都可以吧？哎呦，不要怕哦，不要。我们在玻璃栈道 okay, 大家都是很冒险大家都是冒险王玻璃的没事的这个没事啊你在上面跳舞也不没他也不会掉下去没事我知道的对啊你不要往下看啊往下照没事你一个人走一下你等啊好来可以的一二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因为那么因为那不是力度就是他卖了玻璃的长60米宽来不要让啊不客气来天空步道啊阿伯惊到啊阿伯惊阿伯穿步道长60米要穿鞋子但是太窄了上传全走就看一看好不好看这点看跟我们五日好
搞完的。这个行哦。哦哦。啊，这门看不到吗？没有看到，过来。冷冷冷冷。我看你今天在哦站到啊，是吧？是吧？啊，你看好了没？你要贵宾啦，你要给钱的。我这个不是吃，他可以帮你冲，你走过去。前面五个人吗？前面走。你要改呀，我都去给哪里了？到这个东。是竟然给变赞！你干嘛挂你？我在化妆，你要挂的烂了。帅哥，帅哥，哦，我们跟你很熟，开始啊，不错，新体验，不是新体验，新体验，玻璃栈道，好，开不了挑战，落基山脉，好，落基山脉，